来这桌上都没人了。哎呦，哎，哎，老同学吧，于老二。哎，什么名啊？这叫，还叫小名呢？哎呦呦，快快坐一坐，啊，快来，这车直晃，别躺下再来。不至于的，不至于的。哎，这么巧 啊，在这儿碰上了，平常都看不见，在火车上碰见了，这是多少年没见了呀。哎，你看你都老成这样了哈。是，你也不年轻了。我都21了。哎，那行了，咱俩同岁，你还不记得啊？哎，同岁，我怎么记得你蹲过班比我大似的啊？哎，对，一年级，挺好的吧？挺好，挺好，挺好。哎呀，还这样，还烫着头呢。哎，打小不就这样吗？那会儿一年级就烫着头，老师没少说你啊。哎呀呀呀，这是出门啊，刚回来啊。啊，我是到外边办点事儿。你瞧，这大年根底，火车上都没人了啊，就咱俩了，开车的都不在了。怎么走啊？这车有司机在前面开着呢。就是。呵，太清静，咱俩这是包了场了。哎呀，这火车上好像没几个人了吧？挺好，挺好，咱哥俩难得清闲。哎，有四句诗说咱们这个状况，怎么说？你给说说啊，我给说说。你想的四句诗让我给说说，我就想有这么一茬让我说诗，我说不上来。哪天咱们再想吧。行行行行行行啊！哎呦，这在车上，餐车也没人了，这你说咱哎，咱俩喝点啊？喝点倒是行，没菜呀。他要菜干嘛呀？啊，真正喝酒的人没有吃菜的。那倒也是，是吧？酒我这儿有，我没带着，我带着呢。得亏我没带着。有吗？你瞧瞧，哎呦，好酒啊！那是我能喝次酒，我带回去吧。啊，这没听说过，你还那样啊？你到底能喝不能喝？真酒，可你喝惯了假酒了是怎么的？真酒谁喝得惯呢？可不是真酒吗？我说，要不咱别喝了行吗？来来来来来来，啊，真喝呀！来。寡酒难饮，哗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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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这是你的啊！哎，来，哗，该我了。从这声听出来是寡酒了。哎呀，来吧，啊，咱先喝一个吧。就这么干喝呀？你干了我随意。哎呀，喝就是真酒。好好好啊，三度的，三度的，那就是水呀。这个你还见得着咱们原来那些同学吗？你说谁呀？就是那个咱们那个叫什么来着，老给他起外号的那会儿，红桃 K。 我们班啊540个人、哎，啊，没有那么多，54个人。我记着按着扑克牌来的吗？就是54张牌嘛。对对，你刚说谁？红桃 K。 红桃 K 怎么样了？哎呀，做生意去了。买卖不错吧？哎，还行，大老板现在是。小时候就能做生意，他的经济头脑有，啊，他经常买我的作业那会儿。买你的作业？他不写作业，他买我写的作业。给你钱啊？给我钱，10块钱一个。嚯，哦，那时候他就有钱了是吧？班上就我们俩得0分嘛。啊，这俩糟钱花的，你说。反正我还行，我还落一挣钱呢是吧？对，就落10块钱。就是。哎，跟你坐一块的女生叫什么来着？那个是方片三。对啊，方片三干嘛了？方片三那嫁人了呗。哎呦喂，你瞧，长成那样还嫁人。长成那样，你对他印象挺深刻呀，啊？因为他太难看了。好看的我哎，嫁人了，现在过得还不错呢。好吧，好就行啊，嗯，啊！咱们班有长得好看的吗？有长得好看的呀。谁呀，啊？坐你同桌那个。啊，怎么了你这是？我当时学习委员。你哆嗦什么呀？我就也当过官，我属于是啊，还学习委员呢。真好，真好，10块钱卖人一0分的卷子。哎哎呀，一想小的时候，让人真是很感慨。那是，没想到咱们今儿，哎呀，下课净玩牌了。那可不呗，什么正经的都不学。上课的时候老师不让玩牌，多新鲜呢！我们的老师那会儿不近人情啊，上课怎么能玩牌呢？油盐不进，打麻将啊，打麻将，打那麻将吃麻将，什么吃麻将啊？我们那时候净掷骰子。不过下了课。写完了作业，卖完作业，我们净玩牌了啊！就别提这卖完作业了。哎呀，哎呀，这会儿你这，其实你说长夜漫漫，要是打个扑克挺好啊。可以呀，啊，你看你有牌吗？你带牌了吗？没有牌。行，啊，我那哎，啊，掏什么呢？我这有名片，啊，名片怎么玩啊？嘿，啊，一样啊，能吗？这不一样，上面有名字吗？这不都是？哎，你还别说，要名片我这也有。这两年出门跑生意，净收名片了。你看看，你看，哎呀，我这个名片上还有名字呢。
我这名片上也有名字，名片都有名字，你说这怎么玩吧？这也不赖啊，这也不赖，咱俩这样啊，咱们这样，这不都有头衔吗？是啊，都有身份啊，咱们就看着以大欺小呗。哦，大官管小官，咱可说好了，怎么着？输了不能白输，怎么着？咱得从火车上跳去。哎，这不，那就别玩了。不是，咱喝点酒吧？啊，喝点酒吧。哎，对，谁输了谁喝口酒。行，好不好？行，我捋捋我。你准备好了吗？我当然有什么准备？完了，你输了。什么？我就输了？你都没捋好，你输了。不比快慢，真的比大小官啊！来吧，我先，你先出。组长，等会儿啊。科长，处长，行啊，净认识大官儿。局长，局长太太，你这就不像话了。嗯，局长太太管着局长。对了，局长甭管多厉害，回家之后也得太太说了算。啊，哎，这倒有点道理啊。来吧，这轮就不算了啊。啊，这 pass 了，咱们再重新来。来，嗯。来这个啊，嚯！你瞧，这回来炸弹，嘿嘿，还有炸弹呢！看这个吧，四个二，你哪来的四个二？看清楚了，这四个在单位都是二把手，四个二，瞅这个，嗯，四个大王，哪有大王啊？这四个干皮包公司的吹牛大王。干皮包公司也算啊，对了，反正是个公司，这行了吧？好吧，哎，来啊，这是个副经理，嗨，总经理，你瞧，随便抽一张就比我大。总经理，董事长，秘书管董事长，那你看你白出来混这些年了吧？秘书专管董事长，嗯。该我了，我赢了刚才。嗯，艺术学校的学生，这个随便一张。演员，有点小名气的小艺人，大明星。看这，你多大明星？我从你这儿挣钱，经纪人。哎，有说辞。看这，娱乐公司的老板，专管经纪人，老板太太。哎，我这想打听打听啊啊！这些太太、秘书的名片都在你手里头，讨厌。哎，好吧。哎，我来，这厉害了啊！哎，内地二流艺人，像这个就收起来吧，这牌还出，港台的三线，内地一线。国际的二线，国际一线，嘿，看这个，国际巨星，医生，在，你这放下，医生跟国际巨星不挨着，怎么会管他呢？没有医生，那国际巨星怎么死的？啊，嘿。这牌玩的有点意思啊，有点意思，让人感慨啊。那倒是，这就叫手中一把牌，社会大舞台，一翻一瞪眼，说谁谁明白。来喝酒喝酒。